行，只会给。大家好，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平。哎呦，唐公今天节目挺难得呢。嗯，我蛮荣光嘞。今天三位评审老师当中有一傻，而且示范那个表演，精湛的表演，精彩的表演。哦，冇错，按用格格来介绍你嘅三位评审先生哦。我有范先生、王米强先生、林乐七秋年、吴小平先生。法通银窝字头李小凤先生，今日呢，同我们有请到那个林先生吼，带来个精彩的表演。林小凤先生，林小凤先生吼，带来精彩的表演。嗯，我带来嘛个表演呢，唱出来就对嘞。掌鼓哩！哎呦，欢迎！好精彩呀！哎，谢谢。哦，中精彩！哎呦，欢迎那个小凤先生。老师辛苦了。大家好。哎，辛苦了。太搞哦！哎，太搞哦！哎，老师要传一下吗？哎，对，我记得。哎呀，鬼毛汗嘞哈！给苹果。十秒钟。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一下要挨闲嘞，挨闲嘞，一下滚。然后一下要跳一下舞这样子，对，因为要视觉跟听觉的享受。哎呦，是不是替我们参赛者就做了最充足的示范的，对不对？谢谢邱先生，按呢哈，对，没有老师的十分也要五分哈。因为我是晚辈，所以我代替两位前辈演奏一下。所以蛤蟆老师是前辈，前辈前辈。阿静，你前辈，莫暗示你呀。我想说他那么年轻呢，我是最年轻。我才是最年轻的，对对对，遇到对手了，没有关系，那这个部分就你们下去，等一下好好的讨论这样子。OK， 那谢谢老师，好，谢谢大家，精彩的表演。示范配的哈，就来看那个第一组的表演哦。来看哦。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先生钦定的，黑讲三位评审一致通过，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河巴士的愿望》。驾驶员的河巴士们，唔得个是金红的，也是牛红的，唔会用白银的。我们常注意到水面蛋糕的事情，唔会注意水面下的情况。其他个水面下边，许多一个亲爱银屋的贵个家庭，也来个许个吉他树。
今天该做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迟到。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在音乐轻松跳舞。见了面该说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迟到。我还没有心理准备，自己不同凡响。为了他，我用力尖叫；为了他，我用力跳。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残忍，你的微笑。为了他，我往前冲吧，再多人我也不怕。我最爱的吉他是今天和我视线交错，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亲口对他说，因为那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亲口对他说，我爱。有一年夜来的莫小心拾到一个玻璃瓶的插落死黑的，也没清脆过，明日冲到伤心的歌。困了一生，离开爱几年，内心你总爱母子留恋。我得叫你贵的朋友对亲人亲人的提防贵的态势都下来了。那后生的贵的呢，做得好的带入逆反清电线，这贵的呢又佛跳又空间实在幸福。原来他的那个水度清清的没提色，古松安的无论嘛提色，红的滚的也就可以飞速再利用。为安尼个环境，清一下，清一些个心理。那是好巴神在过门，你就可以因伊金红的、银红的，啊，迄其他的红的，全盘都会凉起来。安尼话，安尼就会有青岛、青岛的快乐个贵个家庭哦。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是梦安是非，梦想不离，欢迎两位。大家好，我是平生，也个平生哦，平生平平东的平，平子，哦平生平平子哦。是姊妹吗？没有。用啥？是姊妹吗？算亲戚啦。亲戚啊。对。哦。
亲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边说故事边唱歌？对啊，这个纸话剧哈，这个是因为我是街头艺人呐、啊，对，然后我那时候考试的项目就是这个，我好像在外国的就是卡通还是电视里面有看到有人用这种模式在表演，对对对，然后就会吸引很多小朋友来看，对对对，然后刚好我又是喜欢就是弹唱，就把它结合，对对对对。哦，这都是自己画的吗？这是我画的，所以它就是很漂亮、哦，很像很幼儿。哦，很可爱耶！对 对, 對，谢谢，很可爱。对，小朋友看到会很喜欢。嗯，哦、对对对对对对。那纸话剧呢？通常你平常都是用国语来呈现，对不对？哦，对，我平常都用国语来呈现。是为了我们的同乐会。对对对，真的就商请那个朋友来帮忙，这样子，请亲戚来帮忙。对对对，没有，因为我们年纪太近了。嗯，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对对。嗯，很棒，很厉害。对，嗯、很特别哦。有不一样的。不知道我们评审老师喜不喜欢呢？好哟。嗯。接下来问看啊，那个。好嘛，先生。哎，那个两位美女哈，哎，给你有动作发出来讲。第一条，这个弹吉他的哈，那个美女，你歌声哈已经达到一个水平，而且声音带律动，很适合来我们闹音大擂台的比赛。嗯，然后另外一个美女哈，这哎，那个可以发音啊，评审嘛哈，评审，评审，对，发音也很标准哈。那请问他们今天的成绩会通过吗？老师，请按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听说你的扯铃跟圣诞节有关系啊？为什么呢？你嘛该，好，就是因为其实会接触到这个扯铃的一个起源，是因为有一次大学社团的时候在。哦、不是让我喘一下。他们今天的成绩会通过吗？老师，请按灯。一支通过。恭喜过关。恭喜恭喜。哎，我们的评审，评审，那个艾米，艾米，艾米，谢谢你们来哦，谢谢，谢谢。我们看来看嗨组的表演。
众祥鼓励，欢迎浩恩。大家好，我是洪浩恩，我是国中生，14岁。那我学这个乐器大概快2到3年了。2到3年，有老师教对不对？嗯，没有，就是我跟我爸在家里自学。然后我爸也有之前的时候也有在一些商演，所以说我觉得我爸的表演方式我觉得还蛮独特的，所以说向爸爸看齐。对对对，所以说我才到这个大舞台来享受这个。嗯，表演，对表演，对，他真的很陶醉耶。对啊，哦，田若坤对他好陶醉，在那边享受他的乐器，然后感觉这个就跟他的人一样，是融为是他的生命其中之一。尤其吼，头前去表演的时间吼，边吹边在那个陶醉，感觉就很像刚刚那个少芳老师在表演的时候，他也是带边带舞蹈，对，边吹笛子。边拉二胡，所以要请少芳老师的，对不对？那个国中生哈，他的音色、他的颤音表现都很棒，舞台效果也非常好。是，如果他可以继续再发展，以后前途无量。好好的吹下去。好好好。好。看有通过吗 ？OK， 按用来看哈，三位评审先生有办法一支通过吗？来，恭喜恭喜他！全场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来，对，謝謝，希望你继续加油。好，好，听好了，坤，他一直会表演。转把七彩霓虹灯。哦，看那七彩的霓虹灯，它的发明者是爱迪生。且让我们带来这首《转把七彩霓虹灯》。总太高你哦！各位观众朋友，
平胜。你是什么腔？台达后。其实我不太会讲客家。来了，没关系，没关系，会扯就好。扯得很好。是说话吗？扯铃。扯铃。哦，听说你的扯铃跟圣诞节有关系啊？为什么呢？密码改诶。好，就是因为其实会接触到这个扯铃的一个起源，是因为有一次大学社团的时候在。哦，不好意思，让我喘一下。喘一下，请在霓虹灯，可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就是大学喘一下。大学为了有一次算是社团要准备圣诞晚会的表演，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学长就提出了，要不要来表演扯铃这个活动？所以那时候就接触到，然后就跟学长学，然后就开始。撒下了这个扯铃的种子，这样子。哦，一扯就扯上兴趣来了。哦，越扯越扯。这到现在几年？是应该也有差不多十年左右了。那你有十年的扯铃功力耶。老师，老师，真的很扯。不扯不扯。你怎么这样？好，好了，慢慢你公平呢。而且那个民勇先生，没有老师。哎，很棒哎！嗯嗯，真的，这不是白扯的，真的好棒！谢谢。你看，全场连那工作人员一天的辛苦他都忘记了。真的，我刚刚在跟他讲话都不理我。对，每个都很投入在那个感觉，然后那个音乐配很好。谢谢冰城老师。对对对，那下次来会换另外一首哈。会没有问题。然后换越来越多颗，对不对？十颗情报，十颗有点太多了。你不要出这个收集。好了好了，下次五颗。五颗。两颗我帮你扯。好好好好。我看你有多会扯。哎，我会练哦，好不好？我会练哦，我们来联手一下哦。哦。好，约定。但是要看一下你今天会不会通过，老师。请灯。平顺吉祥。来，谢谢冰老师。奖金先拿出来。恭喜你，谢谢。这2000块可以去买另外三颗。好。然后这两颗先交给你回去练了，是吗？对。我都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好了，干啦，观众朋友看到扯铃，或许你也会，或许你也会陀螺，或许你又很会踢毽子，或者是等等等等很多才艺，你想要表现的，干大天发报名专线提下给他哈。没错，哦，今天感谢三位评审欣赏，还有今天一个队员长，有电视剧可以从这当中等一个时刻呢。向前冲到飞，来打来上飞，快点，谢谢，干大天发有报名哦。